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国男星金柱赫2017年10月在首尔发生严重车祸，送医后仍伤重不治死亡，享年45岁。小他17岁的演员女友李幼英31日在 IG 贴出一张工作人员替他整理头发，看似相当正常的工作照，然而配文却写道：很想死，每天都是地狱，想逃脱这一切，宛如告别的文字吓坏粉丝。不过文章也马上被删除，李幼英所属经纪公司也立刻澄清，李幼英上传内容只是误传，本人也吓了一跳。不过李幼英留下负面文字是事实，让粉丝心疼，担心她还没走出金柱赫逝世的痛苦，涌入许多网友为李幼英打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